天色。是啊，魔界本就没有阳光，更何况我还被废掉了一只眼睛。身为善神，却被打入魔界，只怕我是第一人吧。如果父亲知道，会不会很失望？鹰牙，王让我来看看你的情况。多谢关心。王最近很忙。王去人界了，过一阵才回来。是，王曾经说过要在人界寻找一个适合魔族居住的地方。王竟会如此关心一个废人。你说什么？我说王居然如此关心一个废人。难道我说错了？你以为自己由一方山神被打入魔界就承受了天大的痛苦？一旦成魔便永世为魔。你如果觉得这个身份可悲，那就想办法去改变魔族的处境，别像个娘们似的只会哀叹命运。小明，我们是不是见过？上次天恩节的时候我还以为你是号人物，原来也不过如此。天恩节，原来他曾经也是什么。小明，站住！山作石有何指教？你今天上午在议事厅是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应该说得很清楚了。所以你就是不赞成我让大家留在洛仙谷休养生息，是吗？我们求和，赤仙君不会求和。王现在一心所想，大概是那个人间女子，还有他的儿子吧。小明，作为臣子，应该尽力辅佐王，而不是处处与王意见相左，更不可对王说三道四。哼，你别敷衍我，拿出你的武器，我要和你分个胜负。你屡次找我比试，难道就这么想要首辅之位？胡说什么？前日比试谁叫你让我了？难道你就这么看不起我？你那儿连比数场，我全力以赴又有何用？你分明就是看不起我，我一定要证明给你看，你让我根本就是多余。鹰牙，你现在心浮气躁，打不过我的。首辅之位本来给你也无妨，但辅佐王并不是言听计从就好。我不认为这个职位适合你，而且就算你现在打赢我，我也不会收回对王的谏言。你哎，小姑娘，独眼鹰为什么一路上都不说话？你一路上都忙着跟璎珞姐姐拌嘴，还有空注意别人吗？不对啊，自从在洛阳和那个什么小明打了一架之后，独眼鹰就一直是这副半死不活的模样。那个小明过去和他关系很好吗？哼，我干嘛要告诉你啊？这怪仙人怎么观察得这么仔细，一定要叫少主多留心他。哎，难为你们跟个闷葫芦在一起还不闷，我可受不了。哎，我还是去找弹琴的聊天吧。鹰牙，这么晚了还不睡，在想萧明的事？唉，还真被怪仙人说中了，你见过他以后就一直闷闷不乐的。我与萧明虽然向来针锋相对，但也一直当他是兄弟，没想到他会为仇人卖命。若王下令，鹰牙必定取他首级。唉，
少主就知道你在为香明的事烦恼，他让我来告诉你，香明不是你想的那样，你安心就是。更何况你们相交这么多年，还不了解他吗？可是他前日在洛阳的态度。好啦好啦，少主都这么说了，你还不放心，快睡觉去，明天保护不好少主，看不后悔死你。好吧。咦，屋顶上坐的是少主和怪仙人，今晚睡不着的人还真多。回魔界的时候要运功穿越结界，首府在与刑天一战中修为尽废，恐怕要人帮忙才行。鹰牙，首府就交给你啦。我？嘿嘿，你养清风这么多年，对动物比较熟悉。为什么是我？为什么我见一只豹子也要敲门？什么事？明天就要回魔界了，金狐让我来问问你，会不会需要帮忙？我又不是清风，你不如去看看楼彻要不要帮忙，毕竟他还是纯仙之体。金狐说他帮楼彻就好。唉，没想到最后将王等待的一切带回魔界的居然是他，我还是不能相信他真的忍心霸王送进盘古之渊。从雨苍山和精神之殿的种种来看，他肯定比我们都不忍心。代替了王回去，他也只好留在魔界，日夜相思了。你是说楼彻喜欢王？你不信？怎么可能？你直肠子的模样都快赶上腾蛇大人了。我可以和你打赌。小明，你想打架吗？你想和一只豹子打架？你小姑娘，盘古之源消失了。少主，阴阳，快，我们快去接少主回来。啊，你们打算去哪里找子成？这不如直接去月灵渊吧，怪仙人一个人去了那里还没回来，说不定少主出来就找他去了。可是那两个活人难道会在月灵渊等我们去打扰？我去叫清风让他探路。肖明，你什么时候恢复人形的？你怎么还在闲逛，不去找王？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。难道你希望我一直是豹子的模样？小明，你变来变去的干嘛？行了，你找王去吧。魔界迎接王归来，我的事情还有很多，其他的一切等王回来再说。喂，你等我回来给我说清楚。对了，鹰牙。什么？你看到王以后记得别总是和金狐挡在他和楼彻中间。你山作时好兴致，半夜到萧某人的房顶上喝酒。你拿了楼彻的熏风？今日是月圆之夜，特意来找你喝酒的。那也不代表明天不用工作。工作狂？难道如此好酒你都没有兴趣？我怎么觉得这些年下来你变得越来越像楼彻了，连上屋顶喝酒的习惯都一样。若果真如此，你应该到王的屋顶上去。你当真敢在夜里接近王的房间？小明，你平时干嘛不多笑笑？无聊，光傻笑能当首辅吗？现在连先王都回来了，还有勾陈和腾蛇两位大人帮忙，你干嘛给自己这么重的担子？
要不是有人把我恢复了的消息这么快告诉了王和楼彻，我会这么辛苦？那楼彻也是有点能耐，这么多年这熏风还是如此美味。现在想起来当年那赌你可是输得很彻底。又没说赌注，输便输了，喝酒。那一刻我觉得鹰牙真的越来越像楼彻了，不过那又如何呢？时光荏苒，好在斯人如故。仗剑与风向九天，浩浩流劫皆看遍，天上仙魔战，地上三国马，是非正邪成笑他。清风万狂浪，一双剑斩三千，今宵明灭照肝胆，心中藏魂剑。